大姐，你说，给你提个要求，我中午能不能在你这里吃顿饭？可以啊。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哎呀，吃饭有什么？要钱就是没有什么好吃。那你不问一下我是哪里人？过路人，吃口饭，吃口水，喝口水有什么关系？我家朋友多，虽然没有什么好菜好饭，酒啊、饭啊都是有。我太感动了，天天有在家里。你连我干什么的你不问？我不问了，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人主要吃饭是吧？是吧？我给了饭你吃，你不可能不管动，你不可能会给我做饭吃是吧？只要车子有点油，海哥带你量地球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哥，今天我来到了峡江县，我上面是高铁，跟着我一起蹭饭。你好，你这里是在干嘛呀？我这里啊，我那个行驶是做试运菌的。做什么？扎袋子的。扎袋子的。等于七月份搞试运菌，扎袋子的，我洗干净一下。哦，我以为你在那里捡的。不是，不捡，还捡了，扎袋子口的。你这个村子叫什么？大福啊。大福。大福村呢？猪农啊，什么都搞。平菇和茶树菇。金针菇啊，哦，反正以前搞香菇，这几年没搞香菇。你一家几口在种这个？我家，嗯，我家几口吧，嗯，我是从你们家就开始动试运菌。大姐，你说，给你提个要求，我中午能不能在你这里吃顿饭？可以啊。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哎呀，吃饭有什么？要钱就是没有什么好吃。那你不问一下我是哪里人？过路人，吃口饭，吃口水，喝口水有什么关系？我家朋友多，虽然没有什么好菜好饭，酒啊、饭啊都是有，是好友。我太感动了，天天有在家里。你连我干什么的你不问？我不问了，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人主要吃饭是吧？是吧？让我捡个一下。在路边没请您。在路边遇到这个大姐，她太太好玩了，她也不问我是哪里，我说中午在这里吃饭，她说可以。可以可以，吃饭。农村人老表就是这么热情，就是这么大方，就是心直口快。真的，你很难理解。好实在，好实在，是吧？给我的女儿，这是你，她今天星期天。我老公不会回来吃饭，他在外面吃，啊。来，再跟大姐摇一桶。今天帮人家干点事，要不然这餐饭是吧，要吃的要付出一点劳动力。没关系。今天早上剩的是吧？是啊，煮过给鸡吃。大姐跟我说，我拍她，她要去换一件漂亮一点的衣服出来。还搞外子。大姐，那为什么要换衣服呢？盖房的衣服还来搞饭吃啊？哦，是吧？打药水刚才。啊，那中午就麻烦你了，真的是麻烦你了。没关系。相当感谢。只要人与人之间喝口饭吃，喝口水吃口饭，那有什么要紧的？你这好宽宏大量，是了。世界上都是好人多，还是饭里少呗？有是有饭里的，是吧？必须得给你个赞。不可能，我这么运气差，都碰到饭里是吧？不可能的是吧？我说的是住在路边上。大姐，我长得像不像坏人？说实话，你看见我长相，你觉得我像坏人？饭里哪里脸上会写
不写字啊，饭里了，连个饭都吃不到。人家在路上说，这叫靠父母出外靠朋友，怎么我们也出外的时候啊，是吧？不可能，你一辈子待在家里，每个人都有出外的时候，是吧？其实我从小特别不喜欢搞饭，我就是喜欢在外面干活。从娘家我都不喜欢搞饭，没办法，现在嫁了老公自己要搞饭，自己要吃吗？没办法，你改变要学搞饭了。这做饭你是不喜欢的？不喜欢，我最不喜欢搞饭。你喜欢做事，但是不喜欢做饭。我宁愿在太阳底下晒，我不宁愿做饭。那今天很荣幸，我你看哈，百忙之中我还吃了您做的饭。哎，本来我没有这么早吃饭。我，你这个这路边能碰到我是有缘分的。真的，确实是缘分。那大哥中午回来吃饭吗？就回来。那你要送饭给他吃吗？不送，他到厂子家里吃。哦，他有饭吃，有饭吃。哦，好唱啊！你小女儿在哪里啊？埃塞俄比亚。埃塞俄比亚。哦，在埃塞俄比亚。你大女儿在哪里啊？我在做水泥工。你总共几个小孩哦？三个，还有儿子也在南昌。哎呦，你真好，这个家庭真好。所以说，好人有好报啊，知道吧？哇，蒸蛋，我干，刚开，不用，我吃饭就可以了，省得那个破费。他这个饮料有什么关系？哎呦，这有什么关系？破费没关系。既然愿意请你吃饭，还怕破费是吧？不怕破费吧？好，那我还这个，就喝这个饮料。我这喝杨梅酒。啊，这是杨梅酒。嗯。感谢您，敬你，感谢您，真的是啊。不用感谢。素未平生，真的。这一点确实是缘分。好，敬你。吃菜。看这个菜可以吃不？嗯，还不错哎，还有我家里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。我妈妈炒的那种菜给我吃也是妈妈的味道哈、哦，我不会搞菜，很地道的，还有个黄瓜，哦，我就帮你把饭端出来，可以，这是自己炖的有机蔬菜，嗯，土鸡蛋，吃土鸡蛋，嗯，难怪你养这么多鸡啊，嗯，还是都在外面，多养点鸡。那小孩回来就给鸡蛋给他们、带去还是吗？带去吃啊，是吧？这是大姐的土鸡蛋，今天吃了一回蒸蛋，但是每次吃饭高兴，每次吃饭都有鸡蛋，笼子里你看，还好冰箱里有点肉，没肉就找不到肉。是，今天是父亲节。哦，今天父亲节。父亲节。哦，对，今天早上我女儿还跟我说父亲节快乐。对呀、啊，小时候想起父亲，就是有客人来，有两个鸡蛋就不错，嗯，是吧？哇，好吃吧？真的好吃，那土鸡蛋还是跟那个饲料鸡蛋还是有区别的，肯定有区别。大姐这个人心地善良，这是少有的。没什么好菜，就是几个家常便饭，有机蔬菜、黄瓜、豆角。在城市里的人是吃不到的这些东西，自己种的有机的东西，对，是吧？你说搞事情就苦吧，累吧，你把那门磨练的手艺搬出来，还是可以赚两口饭吃，还是可以赚两口小酒喝。哦，我穷得要命，我就逃出去，把我的老手艺搬出来，从娘家带过来的手艺搬出来。以前搞动工没钱赚，没你吃，都说这个吃了有毒吧，有毒吧？你跑到哪个省哪个县去，有毒吧？我跑到萍乡，跑到湖南醴陵，你有毒吗？他都说你的种的那个菌有毒。对呀、啊。怀疑。对呀、啊，
哪一个星期下了一个星期十来个月的雨，空气污染，几天就把我的料全污染了，亏本了。就把你的菌种全没了。没了，亏本了，没饭吃了，白菜钱都没有啊。那些你评价里问我，小李子，你的女儿根本丢碎啊，你就天天是白到稀饭，白到稀饭，我就流眼泪，我说没办法，我卖白菜的钱都没有，有什么办法？我现在讲起来我都流眼泪。那些老乡说白菜不用你卖，你就你房你的房间房门开开来，我随时把白菜送到你房间，我就这样渡过来。钱是身外之物。嗯，说得好，我吃饱了哈，大家慢慢吃。吃饱了，我真的是不好意思，没有好招待。今天，听你说了这么多，就是以前的往事是吧？怎么励志，当年是怎么苦、怎么烂、怎么过来的？其实我是感动很，我本来要吃两碗饭的，结果，被你的故事，不好意思，不是，这确实是不好意思，确实是人之常情，也叫人生的经历。对吧，你跟我分享你证明你没把我当外人，你如果是不跟我说这些话，我是永远不知道大姐您过去还有这么多经历，还有这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。来，祝你让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从头再来奔向美好的生活。谢谢。然后不相当感谢你今天那个。我哪好意思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。那个，感谢，好，十分感谢。欢迎下次再来，随便哪个到我这里都有饭吃，有水哦。好，我今天上了一课，十分感谢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热情的大姐招待我吃了一餐非常深刻的饭，我被她的故事感动了。好了，海哥凉底酒，喜欢的点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